拜拜。啊，晚上好。你就能拉什么？我觉得你这套肯定跟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表示过了，什么大家晚上好。我就问你一个，德云社三个字拉得出吗？行啊你啊，好，那这段就从拉出德云社这三个字，我们要不要就一起来听听德云社的相声段子呀？要不要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下面让我们期待德云社张云雷、孟鹤堂、周九良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，叫做嘿，公子向北走。为得小姐青睐，饶小姐良久，小姐无怪。小姐向北走，小生我向南瞧，此生就此别过，难以忘怀。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天黑有灯，下雨有伞，愿你上起山遇良人，暖色浮余生，有好人相伴。情最是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斜轻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所有爱慕之意，止于唇齿间。烟，你与将来，与你今生无缘，请无需挂念。雨打芭蕉。谢谢。